是为了我的生活。我真的相信健康的生活是最重要的。我在心里面想的呢，就是健身，就是本来要做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体就是本来就是拿来动的，拿来锻炼的。其实，我自己迷上健身这个运动已经13年、14年了。那时候为什么呢？有一天发现身体不太好了，当时烟抽的也蛮多，后来把烟也戒了，对，然后就开始进健身房。那14年以来都维持了健身的习惯，所以说是这样常年保持下来的。我比较喜欢这些有功能性的，就是平衡或者力量或者爆发力或者反正可以管用的这些。我以前大概会重量训练推到1个钟头、1个半钟头，现在我可能只推40分钟，花多的时间在有氧器材上面。当你代谢慢了，人的脂肪是会累积的嘛，其实你只要脂肪保持的低，线条看起来就会好。其实我是一个吃火饭慢来吃的人，所以我每一个礼拜我想吃什么都就会吃什么，然后隔天睡眠特别特别多帮我解决。平常生活当中我也是比较注意饮食，就比较吃的比较清淡，比较健康一点，就尽量少吃一些肥腻啊或一些太过油腻的东西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健康，不一定有很大很壮 的样子，觉得里面的健康比 外表的重要。其实锻炼这个是真的没什么秘诀，就坚持两个字，长时间坚持下来就会看到一些效果。